接下来是我最喜欢的参赛者花瓜来啦，欢迎张雨欣。Sandy 姐好 ，Kid 哥好 ，Hison 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艺大广电系的校花张玉馨，来了，咕咕咕咕，是不是换发型了？有呀，一个礼拜内长出来，很快，几个礼拜没见，我头发都长长。你偶像应该是卡古吧？我回去，我真的回去之后，大家都一直说我是卡古，然后跟我拍照说，哦，我要跟卡古合照，真的太像卡古了。可是你也很乐在其中啊，对，娱乐大家。哇，那这次的主题。很难呢，我觉得我就是尽量把它包装的好笑一点。我刚才彩排的时候大家都有笑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还行，还行。好期待，好期待，期待！张玉馨要带来的是又有大拍卖，动手！就收，开玩笑的啦，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还有爸爸妈妈，欢迎收看《悠悠大拍卖》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文旦姐姐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你好，文旦姐姐你好。姐姐，大家一定都等不及了吧？好，我们现在马上来看我们第一项的拍卖物品。可以说是在场的每一位都有咯。再来就是它的颜色非常的特别，非常的明亮鲜艳。再来第三个呢，就是怎么下雨了？没关系，它有防水的功能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马上来竞标吧。啊，三颗战斗陀螺，小朋友，战斗陀螺它不是钱，所以它不能拿来竞标哦。啊？什么？四张游戏王卡啊，小朋友，游戏王卡它也不是钱，所以它不能拿来摇摆手表，不行。开玩笑的。什么？那边有个滴滴说他决定拿出他存了三年的零用钱，哇，三年零用钱50元，50元，那好，50元一次，50元两次，50元三次，恭喜这位弟弟成家。我们现在迫不及待，马上来看我们这个，哦，很鲜艳哦，还防水哦。我们来看这位弟弟会得到的是，恭喜得到工业用安全帽，哇。这有什么好奇的？看起来是不是很像建筑师八部呢？哇，今天的拍卖很高兴来到这里。刚才那个弟弟怎么那边哭哭呢？弟弟的爸爸和妈妈要不要赶快把他带离这个场地？拆我台是不是啊？哈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在出道以前有一个绰号啊，叫做完蛋姐姐啦。不要轻易挑战完蛋姐姐极限。开玩笑的，但你可以挑战其他极限。喂，董哥假摔挑战花瓜极限，谢谢。下面一位，花瓜绑辫子挑战观众忍耐极限。Sony Xperia XZ2 16:9大荧幕，瓜看的电影好，看超级星光 Plus 最适合。今晚超级新闻 Plus 6组参赛者挑战娱乐极限，我是文旦姐姐，谢谢大家。蛮勾追的嘛，其实是有梗的啦。有笑吗？干嘛笑？我是自己先笑一下，不要不会紧张。啊，不要紧张，你的那个表演已经结束，现在可以完全放轻松了。你想先听哪一位评审最会 Q 人了？我想先听子晴老师的。我觉得因为一开始他把我们弄得太期待了，对，所以导致可能表演也没有到不好，但是就因为期待值太高，因为他其实像上次的表演风格跟这次不太一样，他这次把姐姐所有就是他重点就是手部运动，他们通常姐姐都会有很多的动作，他把这个部分做得很好，所以我觉得他也许真的可以考虑去悠悠台。好，回去投一下履历。好好，很乐观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想听哪一位老师？你要自己 Q。
玉林哥老师，就是说他这种风格算是躁郁派的了，就是啊那个欢喜欢乐这样子，一下子很开心，一下子又突然很生气，好这样子的风格蛮讨喜的，只是说有点什么你知道吗？虎头蛇尾，好像后面的这部分呢就变得很薄弱这样子，那变成你只是一直不断讲说啊什么什么无极限，什么什么无极限，好不断的在重复主题，强调主题，以为这样子就在表达主题。好，这是不对的啦。好，厉害的方式就是没有在讲主题，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你在表现那个主题，是，这才是艺术表演的最上层的一个功力所在。是的，是。准备好看成绩了，好，麻烦三位评审老师，请给分。好了，李俊老师给是81分，玉林哥给是84分，李俊老师给是83分，总分248分，李俊82.7分。没关系，希望大家记得我，我是校花，不是花瓜，搞笑的笑，校花，对，校花，是继续努力啦，期待你以后表现哦，谢谢，谢谢。再来是我们第四组的严恩浩，欢迎你。自我介绍，其实我真的要介绍的话，会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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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，要从出生介绍起吗？从昨天就好。啊，昨天我看了一场世界杯。严恩浩是政治大学的学系管理班。在学校有一个称号叫木栅9000岁，初赛成绩是84.0分，期待他这一次的表现要带来的是。到底谁要晋级的啦？到底谁要晋级的啦？我要！又带来是激动人心。马上来看严恩浩表演。看一看，瞧一瞧嘞！看一看，瞧一瞧嘞！看一看不会吃亏，看一看不会上当。我们今天将推出我们新型手机 XZ2 的代言人大使选拔赛。大家现在激不激动？激不激情？意不意外？我们今天请来的是超级巨星，全世界超级人气王，是谁呢？下面有请我们的超级英雄美国队长。不好意思，昨天我刚从日本做代言回来，现在我们应该说中文。谢谢大家，我就是史蒂夫·罗杰斯，请大家多多投票，谢谢支持。下一位，有请我们的可爱教主美乐蒂。可以吗？可以草莓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吃下去，吃下去，吃下去，吃啊！还吃棒棒糖吗？严肃严肃，两位不要再玩了，今天可是关系到各位能不能晋级的重大问题。我们这里以观众为标准。收集了一大堆的问题，不好意思，拿反了。如果你们能够让观众满意，你们就可以获得今天的代言权。好，我们来，今天我们要看到谁？第一位是美国队长。哇，已经有网友开始提问了。请问美国队长，你的头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被萨诺斯给打伤的？怎么可能？我是超级英雄，你有没有看《复仇者联盟四》？我跟萨诺斯有看见到过吗？我只是昨天都是这款手机给弄的，因为我有它，我知道什么叫做身临其境。昨天看世界杯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们射门的时候，一个球往我头上飞过来，我就往旁边躲，于是撞到墙了。请问美国队长？你对这次世界杯是怎么看呢？这还要问吗？当然是用 Sony XZ2 看了。我们是问你有什么看法没有？我的祖国，为
为什么你没有晋级？